室友，大家好，小老师啊。可能大家打开我的视频的时候，每一次听到的都是这样一句话啊，也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认识了小杨。我呢做自媒体的话，也有一个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啊，3年多这个样子。然后其实这一路啊走过来的话，2023年啊，还是以往都要跟大家说一声感谢，真的是特别谢谢各位室友的那个支持，小杨才会做得越来越好。其实我的视频啊，就评论区的每一条留言，我都是有认认真真去看的。大家对小杨的喜欢啊，或者是对我的一些建议，其实我都是有在去调整啊。新的一年的话啊，咱就希望咱们啊整个公司氛围越来越好吧，然后咱们的翡翠也是越做越好。然后希望祝各位会友们龙年行大运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发大财啊！我们准备好了，好，来，咱们走吧。事业的话蒸蒸日上，身体健康啊，然后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阿涛哥翡翠啊，立志要打败杨老师的男人，锤死你哦！有勇气，来，有勇气，老李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李啊，我就负责打打杂的。李哥太低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新年2024年，祝大家龙行大运，龙马精神，龙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全家幸福。啊，这个刀刀帝王里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，我是切石头的，开光的。那你这个刀刀帝王力刚好啊，刀刀帝王力就靠刘哥了。2024年，大家好，我是咱们杨老师翡翠的主播阿青哈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，官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2024年祝大家龙年大吉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师翡翠的助理小雨啊，祝大家龙年快乐。好。祝各位队友龙年行大运，刀刀帝王。